好，今天换你剪头发了哦，因为你后面太长，妈妈帮你梳头发都会打结。她因为之前烫头发的这边都会打结。对，对，妈妈，哦，妈妈规定的。我说哦，报告室。那就剪一点点就好了。对，剪一没有剪一点点很快哦，剪一点点很快。不会很痛，不会很痛。哦，你都放下来这个这里的地方吗？哦，还是因为爸爸刚刚这里哦，刚刚我把那个橡皮筋绑起来哦，好，这样以后这样剪完头发以后洗完澡头发就很顺哦。很好，你第一次洗吗？我记得你上次有洗过啊。好硬哦。对，不会。快好了，快好了。你上次有洗过啊。上次我洗哦，不讲话咯，叫妈妈过来。好，不讲话咯。哦，很舒服，晚上就不用洗头发了。耶。对，直接冲澡就可以泡进去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。不怕啊，声音感觉像海里的声音。那个是水的声音，上面那个是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管线是什么颜色？好，你不动不动，不会不会，没有没有 ，AD 叔叔会弄。对对对，这个水很小，所以你别害怕。哦，你看，哦。你怎么那么好笑？啊，不要害怕，不要。哦，不动哦，不动，滑下去就不能洗了哦。会痒。哪会痒？你上一次又来洗过啊。洗好了吗？还没啦，才刚刚。你自己想，你在家里洗头发有洗那么久吗？上冰箱。对，没有，这很快哦。上冰箱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，不动不动。你在洗头了。哦，对对对。不要用我眼睛。这是按摩你的头皮，按摩你的头发。快啊！不讲话，不讲话。上来一点点。上来一点。对，脚拢起来，然后对对对，脚可以踩在你上面。踩在这边。对对对。好，来。对对对。你不要让身体滑下去就好。哎，我怕你跌倒哦。要开始了。哇，好舒服哎！小秘密，小肚肚。嗯，我这样子穿外套嘞。不可以讲话。
豆豆，拜拜。他是你好朋友。嗯。哦。你朋友怎么来了？就在那边坐着。他在休息呀、啊。因为他知道我在忙了。你别洗太大力了。不会啦，他帮你洗头发，怕你回去的时候头皮洗不干净啊。AD 叔叔帮你弄干净香香的哦。有这么大力啊、哦？这是什么乐器？要洗头了没呀？要洗的啦，要洗的。我好怕哟、哦。哦，哪会怕？那如果这个理发师不好的话，我就踢你哦。喂。一二一。他真的越大越会讲话。对。以前都是乖乖的这样子。就是顶多是笑而已。好，不会再动了，我要冲水了。要开始了。这里。要开始了。刚刚前面都，刚刚前面 AD 叔叔都是帮你剪头发，然后现在帮你洗头。洗完头，等一下吹一吹头发，稍微修一下，或是直接吹干了就可以了。对，等一下洗了，吹干看一下就好了。啊，你眼睛闭闭。上来一点，上来一点。这里要投诉，投诉你。投诉什么啦？你已经知道投诉是的意思了。什么是投诉？投诉哦，投诉就是生气呀、啊，生气跟他讲说哪里做不好啊。可是你可能可投诉口罩，口罩没有关系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哦，你怎么都变大婶了？真的是。不要动。耳朵很痒是不是？因为有泡沫，有泡泡啦。好，看这边，看那边，上来一点，再上来一点，再上来一点。对，肩膀碰到，肩膀要碰到。好，哦，你很有趣呢，洗头发真的是很有趣，比哥哥还，有趣。哦，感觉像。那个观众们会笑我哎，会啊，他想说这么小的小朋友怎么跟那大阿姨一样，他都会笑你。对啊，会笑你啊，你怎么这么好笑？应该是很可爱，所以观众会笑你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动不动，还有另外一边。救啊、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哦，好烫。哦，有烫吗？没有，一点点温温。温温怎么会烫 ？AD 叔叔帮你控制水温呢、啊哦？因为你很少给。这是洗手台。不是，这是专门洗头发的洗手台，没有长这个样子。洗手台。因为你很少躺着让人家洗头，对不对？嗯、你只有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嗯，在家里都是站着，对不对？看爸爸那边。看我这边，看我这边。对。哎呦。AD 叔叔帮你把后面的头发。再挡住，挡住，再上来一点，好，用力，好，然后看爸爸这。我觉得这个镜头一点都没有用。哎，怎么会？只可以用紫光线灯。没有啦，有用啦。希望现在有人，不然他会把我救走。好看前面的，救走，有，我们等一下就帮你救走，因为你快洗好了。好了，洗好了。耶、yeah ，不要动，我不动哦。这个头发的水要弄干才能起来哦。水蜜桃，你又滑下去了，你又滑下去了。你好，先等，不动。哎，你挖我耳朵？没耳朵啦，耳朵的水擦干。怎么这么好笑啦？挖耳朵。没想到你的重头戏是洗头发呢哦。妈妈看到会很开心哦，因为你头发。变很整齐，很漂亮啊！哦哟，什么哦哟？妈妈一定是用装的，装的。等我惹他生气的时候，又来。哦，我看，你过来，我看一下，转一圈，来，转一圈，哇，有很美吗？你看镜子，有吗？可以吗？就像我不是桂花般。哦，可以，你跟 AD 叔叔说谢谢。你跟 AD 叔叔，哦，你要跌倒，你跟 AD 叔叔说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